请您欣赏相声《汾河湾》，表演者郭麒麟、阎鹤祥。下回你们就都买前面的座多好呢。哦嚯！怎么有一种到了动物园的感觉？都是珍稀动物。哦，现待会儿完了吧？完了完了。好，哦，来。啊！哎呦，谢谢谢谢。哎，一会儿结束之后，要不然结束之后，先演出，好多观众还都等着。哎，谢谢大伙儿，我们先演出，先演出，谢谢大伙儿。对，您各位，要不先搁在台底下，先搁台底下。好嘞，咱们先演。好嘞，谢谢您。您帮我先搁那儿，您帮我收着。哎呀，哎，什么都有啊！这狗不理我们也吃不了啊，这好。对，你吃二姑包子，谢谢各位啊。这个刚才是李云天，还有史爱东啊，两个人说了一段，是叫十八愁绕口令，哎，表演得很好，嗯，很得体，嘿，也很大方，嗯，让他们下去休息。好，这场呢还是我们哥俩。对，其实来说，我对这个阎鹤祥一直有一种偏爱，有一种偏爱。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天赋的。哦，说的是这个啊，不然呢？哦，有天赋是不敢当。你知道在哪方面的天赋吗？哪方面？就相声这方面嘛。哦，那大事，对吧？嗯，他非常有天赋。嗯，我觉得啊，嗯，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吧，我觉得你没有问题。什么意思？什么您就过来人？就是我觉得你要是一个演员的话，你也可以做得非常好。我本来就是个演员，因为毕竟咱们俩从某种意义上、某种角度来说，得算是同行。不是，这就同行，您也是演员。我听不了这俩字儿啊！啊，听不了“演员”这两个字，对于我，太高不可攀了。我太神圣了。太神圣了。那么您是艺术家？嘿，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您这臭不要脸的，我跟你说啊，什么谁什么您就艺术家了？怎么你不认识我吗？我不熟悉。你还不熟悉？哦，你不郭麒麟吗？您对啊，知道我是什么表演艺术家吗？相声啊。那不谁说相声啊？谁说相声啊？啊，相声那就说着玩儿。我相声您说着玩儿，娱乐。哦，明白吗？娱乐啊，真正本职工作做综艺，做你还不如相声的呢。哎，比相声还不如。谁说的？啊，不是。嗯，本职工作啊，一个戏曲演员。有来了，哎，不要站起来，朋友们，不要站起来，没人站起来，啊，我怕大伙儿太尊敬我，不要站起来，东西砍你啊，你什么叫戏曲演员了？戏曲演员，您唱什么的呀？唱什么的？我太兴奋了，你问我唱什么的？对啊，我是唱河北梆子的，我很兴奋呀，我很兴奋，还想再听一遍吗？我不想了，知道吧？好，你河北梆子呀？对，没瞅出来。没瞅出来吗？没瞅出来，你怎么又河北梆子了呀？家传啊，家传。你们家谁唱河北梆子？我父亲在20多年前吧，嗯，相声还不景气的时候，嗯，曾经呢唱了5-6年的评戏，嗯，所以呢我是家传，啊。您这话都不挨着呀，啊？你爸唱评戏，你河北梆子？不是，那会儿那个剧团就评戏、梆子什么都一块儿唱。哦，所以你是家传？哎，我是家传。那巧了，我也爱看，啊，我也爱河北梆子呀。你也喜欢河北梆子？对呀，啊。这样，咱挑个时间吧，好吧？啊，挑个时间，看哪天你没有事儿，嗯，好吧？夜里3点，你呢上我家，我好好的，我给你得了。我不用，行不行？我扒拉扒拉。三点上你们家，我怕碰见别人，知道吗？啊，你看看，我把他先轰走。去你的吧！不用，今天怎么样？咱来回河北梆子。今天啊，
这不合适，观众不爱看。怎么你们爱听吗？行吗？唱那怎么不行啊？河北梆子。对呀、啊，我心心念念的河北梆子。心心念念，这用词怎么样？行吗？可以啊，可以、啊。挑一戏。行啊，我那会太多了。您挑一戏要不？谁挑？你挑一戏。你疯了吧你？啊、嗯，你是不是你脑子里有哏球吧？你这人。是哪国话呀？这什么？你看我就我们国的话这个。哦。你是脑子有哏球？怎么了？你我啊，河北梆子艺术家，我跳戏。我会多少出？我会多少出河北梆子？多少出？我会八万多出。拿起嘴来就说有八万多出。随便挑一，你不会啊？什么戏啊？敦刻尔克，你会吗？这河北梆子有敦刻尔克吗？你行吗？你来了吗？你来个蜘蛛侠好不好？战狼行吗？你来吗？来了吗？这好好，我挑一个行吗？你爱你挑一个。我挑一个啊，嗯、咱唱一个汾河湾怎么样？汾河湾，嗯，行好，汾河湾，这是。这是什么时候？二战的时候的故事是吗？你这不还是敦刻尔克吗？不是啊，在汾河湾打仗吗？古代的事儿，古代，哎，古代，好行。行吧，咱分分人物。怎么分？你知道有谁吗？那啊，知道有谁吗？我谁都行啊，谁都能来。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后台擦桌子，给师娘喂孩子，全掌握，知道吧？全掌握。您这就是碎催，您这就是。您知道吗？不是，就缺什么我都能来。行，您攻哪行？我先听听。我旦角啊。我旦角看不出来吗？啊、哦，娇俏可人。哎呀，是不是？啊，你看他们都很同意，是不是？旦角您能来？你没看过我吗？旦角好多京剧我还唱过呢。哦，京剧《青春修炼手册》，你看过吗？哎，旦角，啊，我现在是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啊。等哪天旦角都行啊？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再说。哦，要缺个什么花旦呢？我来。我缺个武蛋，我来。缺个刀马蛋，我来。缺个混蛋，你来。他都不傻，你看。你就是那傻蛋，你就是。来，我是旦角，好不好？那你来旦角，我挑一个。那我还好唱个老生。不，你就生一个还不行，还得老生。像话，我有那么多指标吗？哦，好。生旦的多少戏？生旦多少戏？好。哎，汾河湾。怎么样？分任务，你老生。分任务啊？那我来这个薛仁贵。薛仁贵。嗯，好，薛仁贵好。你来王宝钏。行。我来王宝钏、哦、你来柳云，你要把我气死，你来柳云，你不薛平贵吗？薛平贵，我的妈，你是不是也喝了？你来柳云环，想起了当年我爸被我师父支配的恐惧，我说、啊、我的妈呀，你要干嘛？你来柳云环，我柳云环好，怎么样？好，赶紧吧、哎、赶紧吧，来好，你那怎么着？咱什么时候开始？咱们来，咱现在来吧，现在来。嗯，我说清楚啊，嗯，生旦对戏，对，你是薛平贵，嗯，我是柳云环，哎，咱俩什么关系？咱两口子呀，配偶夫妻呀、啊、那咱可说清楚了。嗯，可说清楚了。怎么着？表演啊。嗯，就这一会儿演完了，你回你家，我回我家，知道吗？不，他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没有、啊、他说他要和你在一起。哦，他说咱们仨在一起、啊、不、嗯、我生不了这么大头的儿子，我说你知道吗？什么乱七八，可不就这一会儿，就这下台，你敢动我，我抽你！我跟你说，好不好？行吧，嗯，那就这样。那个有那个场务兄弟吗？咱把那个床搬上来吧。咱还有床戏是怎么着？没有吗？薛平贵大战柳云环，不是？你说是色戒对吧？哦，没有那个。什么呀？咱就现场。现场。您跟我布置下舞台。现场。行，好。这什么思想啊？没什么思想。你把桌子搬一下。搬一下桌子。那桌子还能搬吗？那桌子。能搬。我都塌方了。大方的。搬哪儿？台下吗？这是个变戏法的节目。哎，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搬个大兔子，大兔子都掉。不是，搬桌子干嘛使啊？还搬把椅子呀？还搬一下舞台？您先等会儿啊。啊，我等你。嗨，你看你这人，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别跟我抢啊！喂，你看这人，你真是的。你都搬上来了。多讨厌啊。怎么样，搁哪儿？就搁这儿。哦，偏座。哎，你看，你还内行。多新鲜呀！得了。搁一偏座。哎，这个搬桌子的目的是。人家为了分出前后台来哦，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面为后台，这边上场门，这边下场门。我不太明白，嗯，问清楚了啊，嗯，这是前台，这是后台，这是下场门，这是上场门，这是这是下场门，这是你这训狗呢是吗你？这，不投喂一下吗？去你的吧，挺好挺好。那个咱们那个乐队老师在哪儿？咱们把他请上来。没有乐队，咱就用嘴打家伙。用嘴打架，哎，您上场我打架，我上场您打架伙。哦，我知道知道，行吧 ，B-box 吧。哎，又来了，你敢骂街我抽你啊！好好好好，行行行，咱就归后台吧。哥，你别着急啊，啊，我都旦角了，嗯，我得化化妆啊，我还要捯饬一下，多新鲜啊，对不对？我有小头巾，好看至极。小头巾啊，你那个你哪个头巾是你没擤过鼻涕的那个？你看着用我都擤过了，哎呀，这不容易，这不好找啊。这个著名的啊。这没有啊，哪儿了？找这儿去。太难了啊！嗯，不干了。来来来，咱们呀，捯饬一下。为什么呢？旦角跟这个老生还是有区别的。他扮演是这个女同志，虽然是男的，咱们一会儿可以。什么形象呢？这位感情是家门不幸，我跟您说，那、啊、行好行，好够一百个人看半个月的，您这，我得把耳朵露出来。哦，行，越发的缺德了啊！行行行，咱归后台。归后台，归后台，归后台，后台在哪？这儿这儿，这儿就后台。来来来，好嘞，那咱开始吧。这个头一场啊，您先叫，我先叫，您先叫。好嘞，那您请好吧。啊！不是你有毛病啊你有。你不让我先叫吗？你叫是嚷嚷什么呀你？喊叫吗？ 是这么叫吗你这？他怎么叫？好，我虐待你是怎么着？吐踢死你！叫不是怎么叫？您唱您的词儿啊！叫什么叫板？叫板呢？你把我气死了你！来啊！唱您的词儿啊！我什么什么什么？丁山儿该来了啊！还是老词儿？告你有老词儿了。我以为咱们那京津两地不一样呢。这个嘛是吧？来来，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来呀！丁山儿，这个丁山儿是特别有钱吗？他是干嘛？您这喊冤呢是怎么着啊？不是怎么了？您这么喊干不呲咧多难听啊！那依着您，您得有韵。这个生理结构我有不了韵，我费劲。哪个有韵？韵调之韵呐、啊？韵调。丁山儿，丁山儿哦，该。你这显摆什么呀？你不就这个吗？你不会唱？我那大手绢呢？大手绢呢？我得哎这儿了。来，大花朵，来了。行，拿着这个就行了。我拿着它就有韵了。知道了、嗯。来啊，丁山，丁山儿，丁山儿，你有病？谁有病？你是不是有病？不是，你是不是看我这国色天香，你恨得很啊你？往这一站，我一唱丁山，我一唱多好看！我这表情，这卖相，你非得拿一扇子给我破扇给我挡起来干嘛？您只是一外行，你才外行。您头一句，您头一句这是门帘叫板，那这是这个挡着您脸，这好比是门帘子，这就是那帘子呀？对呀，这也太破旧了。门帘子，我们家还是个竹帘子，你看看。来来来来啊！丁山儿哦。丁山儿，丁山儿，你老扶我脑袋干嘛呀？哎，你说你这人讲理不讲理？怎么了？这是什么呀？门帘子。我扶点门框。没听说过，哪有门框的事儿啊？您就是门帘叫板。门帘叫板。哎，来来来来来，丁山儿哦，该来了。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杆里个龙，个龙杆里个龙，个龙个龙。
真没使劲啊！我跟你说，你干嘛呀你啊？这后面有骨头是怎么着啊？你才是狗呢你！怎么着？你这美完了就回去？您这还这不展示吗？这不，您这还有四句唱呢。什么 freestyle？ 怎么这是？哪儿 freestyle？ 你这有唱啊！我还有唱啊！对呀、啊，赶紧对对吧？赶紧对对吧？您的词儿，您跟我对什么劲？容易不一样。你知道吗？怎么不一样？因为那会儿我们跟那个李安什么，我们在一块儿学这个唱这个的时候啊，就那会儿就跟你可能学的有点出入。你头一句什么？我就是汾河湾前去打雁。啊，一老词儿吧。刚都这词儿吗？你等于没改良。没有没有。还是老词。那第二句是什么？天到老这般时，未见回还吗？哦，这是第二句。对啊。啊，第三句好，第三句我想了，第三句应该改。第三句别不用改。第三句应该改成这个全运会召开大愉快，改成这个。都拆完了都，那第三句挺好，蒋申儿坐至在窑门以外。哎，你看看，得亏对对吧？得亏对对吧？这是第四句，这是第三句，四句，第三句，四句，第三句，四句是？你一句都不会是吗？你啊？啊，你这前三句都说，你就一块说了。等我弟儿他回来，好把饭餐，就完了。哎，这个餐，餐就是吃啊。哦，吃跟餐一样。吃餐一样。哦，好嘞，好嘞，来来来，那我明白，您请好吧。丁山儿，走走去，一打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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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起大得，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根儿里根儿龙根儿龙根儿里根儿龙根儿龙根儿龙根儿里根儿龙里龙。丁山儿哦，该来了，嗷嗷。里根儿龙根儿龙里龙，我的儿啊，汾河湾前去打雁，天到了这般时候不见回还，蒋申儿我坐只在咬了闷了一里外，外边热，那就外边咬了闷了一外，等我的儿一个俩仨，是这词儿吗？他回来，哎，好把这饭呢吃，餐，你不是吃餐一样吗？就得说餐。哎，依你依你，吃西餐。妈来，我该我了。当里根冷，当里根冷，当里根冷，当里根冷的冷，当里根里根冷的冷，当里根冷的冷。咦，当里根冷，当里。家伙正投入着呢，净捣乱呢。我你看我这一掐板打住，您就别拉了。哦，您这让我掐板别拉。对呀，我误会了。你以为呢？我以为让我拉七遍呢。我以为是。你不要那么多过门干嘛？来一遍就行啊，再来啊。当里根冷，当里根冷，当里根冷，当里根冷的冷，当里根冷的冷的冷，当里根冷的冷。一马离了汾河湾，含羞带愧的心思见船，正催马来永不过。见一大嫂坐摇钱，前一好香刘氏女，后一好香刘云欢，甩灯离岸加了吧。见了大嫂李大哥喜，冷一根冷，你在那边冷不冷？我不冷。大嫂亲来见礼，讨厌。大嫂亲来见礼，越发的讨厌。
大嫂，信赖建立呀。你怎么那么讨厌？我怎么那么讨厌呢？我操！你比我还讨厌呢。我怎么着啊？说您的词儿啊。我什么词儿啊？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不就这词儿吗？哎，再来一遍吧。大嫂，信赖建立呀。哎呀，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呢？哎，乃是为君的失迷了路途。敢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天津市。龙门郡，这是不是天津啊？不，这是说龙门郡，得说系统。哎，龙门郡，此庄呢？大礼堂，大王庄。哦，在河东呢，是吧？不是那大王庄。嗨、哎，你看，问道了，来一问道了。嗯，大王庄。哦，戏词儿。哎，此庄呢？大王庄。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哎，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那我就别问了，嗯、全不认识啊。怎么着啊？有名便知。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他又全认识了。那怎么说？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哎、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哎，但不知君爷问的是哪一家？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胤的环。误会啊！你问那刘胤环么？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去呀！我帮你。这桌子不好搬，这桌子。这怎么干嘛？喊冤来了，你没有？行，这搁着吧，没事，那边搁着。哎呦，好，谢谢。这个吐。哎呀。郭麒麟，你给我下来！什么玩意儿？还有，还有。你看，我都用不上这个，你看看。什么东西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你看。这词儿我都没听说过。啊，你们那会儿没这个。啊？模拟。模拟什么呀？你要没事没事别瞎说啊、嗯！感谢各位吧。这个回到天津演出啊，嗯、很多的这个同行同业，嗯、我们后台好多同事啊，嗯、都说到天津不敢演，为什么呀？不敢回来。天津观众懂相声，这是相声窝子，也都喜欢相声。嗯，相声这门艺术呢，它是发源于北京，发展于天津。对，天津是相声窝子，嗯、也是曲艺窝子。是，好多人不敢来啊，但是我从来不怕。为什么？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孩子。哦，我们天津人最大的特点，嗯，护犊子。嗯，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特别的厚待我们哥俩。嗯，啊，说句实在话啊，这个现在这个相声啊，跟这个头几年可能也不太一样了。跟十年前那会儿有区别。哎，区别很大啊。很多时候呢，相声要面临着存活，为了迎合市场会做出一些个适合自己的改变。嗯，啊，我们同时在这个其他地方演出，少爷初中我也去过很多的城市。嗯，但只有在天津我挑的这几个节目，我认为是我心目当中的相声。嗯，是真正的传统相声。相声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给它改，可以给它变，因为没有人，或者说没有人要求说必须什么什么样的才能是相声。是，现在很简单，两个人穿上一身大褂，大褂能值几个钱呀？加一块两身大褂到不了600块钱。对，你们家这可不是这价 啊！是是是，内部价一般卖的都贵，你知道吗？对，一般就赚你们钱。这个东西，你说这玩意儿也没有什么东西界定。现在认为两个人穿着大褂站在台上说中国话就是相声。哦。但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这样的。对。
都得是打小听，嗯，打小学，是打小爱啊。很多的从业者甚至都没怎么听过相声。可能长大了以后，哎，偶然间发现，哎，相声这东西火了，嗯，好多人听，好多人看，嘿，咱们怀着满腔热血，咱们也试试，咱们也说去吧，啊，但是那东西吧，有观众支持，你得承认啊，因为从来是没有一门艺术能够取悦所有的人，但也没有从来有一门艺术能够取悦任何一个人，不取悦任何一个人，嗯，他总归是有人喜欢看的，对，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叫相声呢，咱难以权衡，是有些相声人在变味儿，哎，是变味儿了，但是呢，我依然选择。这个传统相声，嗯，回到天津，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相声的根源，还说这种节目，嗯，这种节目我在别的地儿我不敢说，嗯，我怕别人轰我，真的，这节目有的听不懂，对，不喜欢，听不下去，很多人一张嘴一说，哎呀，郭麒麟你的相声一点都不好听，我听完就乐了，我说是跟您我也治不了这气。我头一回听人说相声这个东西可以用好听来界定，相声在天津不应该是哏儿吗？哦，你不说哏儿，你说好听，那你说这玩意儿啊，我一听这，我咱甭跟人较真，人也不知道什么叫相声，是人可能以为俩人往台上一站，咱说点小笑话是吧，聊聊天，相声不是互相损，我那你这看互相损互相抽嘴巴，你看别的有这艺术，有这艺术是吧，抽大嘴巴踢你一脚，这有的是什么艺术啊，那我也不知道，没看过 啊而且人家现在也越来越好啊，嗯，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嗯，为什么相声现在越来越堕落了呢，啊，其实也不应该，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几位相声前辈相声名家，比如说这个马三立先生，那是相声泰斗，嗯，天津人马老爷，那我们练着叫那老祖还得往上再大一辈，对对对，那太大辈了，那都是宗师啊，嗯，包括这个北京的侯宝林先生，那也是我们老祖，嗯，人家都说过同样的话，说什么呀，侯宝林先生曾经说，我们的目的是不让观众拿我们当小丑，我们台上表演的是艺术，不是玩意儿，嗯，马先生说过什么呀，嗯，说我们这相声啊，我们不是什么出洋相，对，出怪音儿，嗯，超刺激，是台上，你说我分析啊，你说台上耍宝那东西它不能叫相声，那不叫幽默，对不对，相声演员应该有人物，应该要刻画剧情，嗯，不存在我们相声演员比别的演员，凭什么我们相声演员就比其他的表演形式叫低一等呢，不存在，观众也不这么看，是演员自己把自己做得低贱了，这个东西我在别的地方从来不敢说啊，但是我今天回家了，我拿大伙当亲人啊，我敢发发牢骚，我敢发发牢骚，这东西因为我打小就听，咱们天津孩子都知道各种广播呀，电台电视台轮番播轮番看，打小就看什么这曲苑杂谈鱼龙百戏，什么没瞧过，对不对，嗯，一直看，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的，嗯，如果真有一天说相声这东西没人看没人听了，那我也不愿意把它变得商业化，我宁可不说了，啊，这话我宁可不说了，我不干了还不行吗，对，就别糟践了，对吧，当然我要不干哥你可能你也就饿死了，是不是，最好还是坚持干，啊，坚持干，你看小河马多好人，没听说过，啊，我们就是河马派的相声，是不是啊，别不瞎闹了，还是坚持干，坚持干啊，还是坚持啊，其实来说我认为啊，嗯，演员在台上什么都得听什么都得懂，嗯，是也要向其他的行业去学习，我们没想着比别人高如何如何，没想着我以后就宗师了，不敢想，也到不了那个份儿，比别人高也没事啊，对对对，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对待这门艺术，你说你不能让它好，你起码不能让它坏吧，对对对，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今天回到天津不光是要跟大伙聊聊我的肺腑之言，嗯，而且呢我也准备了一个小歌曲，挺应和我现在的心境，来把我们那个从曲艺团特意请的弦师叫上来，来，哎，我们那弦师呢，弦师睡着了，弦师可能，哦，你看他腕比我还大，他不乐意上来，你看没有，还有点缅甸了，哎，你看没有，这个你站这行吗，哎呦呦呦呦，你看别往前走，你干嘛去你啊，啊，我要你要下去跟观众拥抱呢，你知道吗，跟他送了一包子啊，对对对，有一包包，嗯，这是德云社孙悦老师的徒弟，嗯，啊，叫儿子昭，没有这个孙子昭，哦，我还说大了一辈儿啊，
叫孙子昭啊，孙子昭，弹这个吉的弹得特别好，嗯，啊，在我们德云社有个外号叫这个八指狂魔，八指，哎，还少两个，啊，没有是吧？反正就都行，嗯，行吧，能弹吗？没问题，能出俩音儿哈，咱简单唱一唱，行，好，可以可以，你别着急啊，我这个，先跟大伙儿，我们先支个钱，我这嗓子呀，可能刚才表演几个节目了，不是特别的在家。当然我也知道父老乡亲不会特别的为难我，有什么到不到的您各位多包涵，我也不是专业，谢谢您各位，就是卡拉 OK 水平啊，随便唱着 KTV 什么的，就感谢这么多观众听我跟这儿胡唱吧，好吧，那把现在这个我特别想对大家说的话汇聚成这首歌咱们唱出来好吧。面对人心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说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我始终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我也只能执迷而不悔。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叫王菲，啊，有人叫王静雯，最喜欢的一首歌叫《执迷不悔》，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这个今天呢，我们德云社不光来了我们几个演员，还有很多助演的朋友、助演的同仁，我们把他也请上来，好吧？来，有请。一个个这体态丰腴啊，咱们从这边开始介绍啊。这位，这是，哎，你别动，就介绍你，来，这位，哎呦，你看，这过奖不敢，海河之光是天津之眼，你知道吗？那不是我那个，感谢各位，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行了，之光撂下吧，之光啊。他也是之光的，是知道吗？他是德胜门之光的，是啊。咱从这边介绍啊，这个最左边刚才给我弹吉他的孙子昭，嗯，旁边这位，这是张九南，在旁边是他的搭档高九成。哎呦，这位了不起，这位是咱们天津的娃娃。这朱鹤松，你住哪儿？你住哪儿？你啊，他就住这门口啊。一会儿大家逮他去啊。这位，嚯，这位也是咱们天津周边地区的孩子，靳鹤兰。
是是是咱们天津孩子，这个他的祖父是我父亲的义父，啊，这是我父亲的义子，义子明灵，金荷兰，啊，在旁边，这也是咱们海河之光这位李云天，啊，最这边这位德高望重的这位，这是我大爷史爱东先生，嗯，这个。这次来到天津演出，这带的也都是我们德云社的精兵强将，一个个这在北京这都是能够撑起半边天，对吧？谁说妇女不能撑起半边天？他们就行啊，都很好，来给我帮忙，特别的感谢啊，感谢几位。你怎么把眼镜都戴上了？你怎么？这是哈利波特，这个得了也是没什么别的可带给大家的，都知道我们德云社有个小曲叫《大实话》，献给在场的观众朋友。有两个点啊，咱俩两个、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怎么呢？地长万物似黄金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说爹妈亲，父母爹妈可不算亲、嗯、二老不能永生存呐、满堂的儿女留也留不住啊，一捧黄土雨泪纷纷。是说兄弟亲，哥们儿不算个亲，吵吵闹闹就把家分呐、不是我们家啊。兄如豺狼，弟似猛虎，兄弟翻脸狠上加三分。说亲戚亲，不算个亲，你比我富才算亲呐、有朝一日你日子过穷了，富者不登贫家的门。说朋友亲，不算个亲，朋友本是路遇的人呐、有朝一日那日子不行了，朋友翻脸就是仇人。说丈夫亲，不算个亲，背着媳妇儿外面找情人呐、沾花惹草欠下了冤孽债呀，回到家里他还闹离婚。说媳妇儿亲，不算个亲，背着丈夫外面找情人，都这样。他跟那个小白脸他们俩人闷得密，全然忘了严鹤祥的那么点子恩。我媳妇是说干闺女亲，哦，不算个亲。嗯，你拿出金银财宝，他现了身，有朝马死黄金尽。他归置东西进了那严鹤祥的门，没有那么好的命。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您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今天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后会有期。这世界很酷。